免伤加六十。那这有点，有点难打，因为要上四个兵，所以没有出其他角色偷鸡的空间。只要有办法出其他角色偷鸡的空间，应该有机会过。可因为你只出一个补，一他两个 AOE 是撑不起来的，就变成我没有其他兵城兵远程。反正就是，让我试试吧。就是、不要，风妈的话，但不要风妈，我觉得输出不够。非我无所取，所以我没有其他的，像赵灵儿又没有输出，血血寒霜。少年学剑术，顶凤神石，剑石领域，事不宜迟。满堂花醉三千客，剑之所向，没什么。事不宜迟，这时候再动都没什么意义。剑石领域，事不宜迟。顶凤神石，不迟。完全找不动。少年学剑术，治病救人了，适可而止吧。还晕了嘞！满堂花醉三千客。治病救人了，天摇万象，神魔剑石领域，剑石领域，少年学剑术，满堂花醉三千客，治病救人了，神魔共死破。四十层一个半全通还好，这卡住用单打。剑之所向，剑石领域，治病救人了。两个站在那边让他打，他都不放啊。只有吴邪站在 AOE 范围里啊。没有，我兵里也站在里面啊。
布局。冰野站在里面，他就不打、啊。请奉神旨。剑石领地。冰野是站在范围里面，他就是不放 A O E。见鬼！范围不对，这次是周深二格八。这不放 A O E 就搞的嘞。四格范围没有冰离，阿尼叔叔看表情符号大笑。制定救人了。神魔共死破。我怎么打？满堂花醉三千克。对过来。逼他放 A O E 吗？少年学剑术。万物为我剑。神魔共此破。剑线寒霜。剑石领地。事不宜迟。天摇万象。不要放鳄鱼。那个地包很关键。少年学剑术。剑石领地。请奉神旨。布局。神魔共死破，制定救人了。怕冰你会死。神魔共死破。我捆闷死。事不宜迟。最怕冰你会死。制定救人了。剑之所向。剑石领地。是逼你这样，我也不太敢。制定救人了。直接上去打了。制定救人了。剑石领地，神魔共死破。剑石领地，又逃不出。剑石领地，心里逃不出去。请奉神旨。哎，感觉。也有点机会哦。断明斩风，机会还是没什么学的。哇，还有偶修偶出来。神魔共此破，事不宜迟。剑石领地。不学。
满堂花醉三千客，治病救人了。没啥好怕的，毒了，应该要过了。神魔共死过，事不宜迟。全部堵在风寒月身上了。神魔共死过。过。全部压在风寒月身上，打法成功。可是你们自找的。这是叫风寒月大作。